卫生哎、欸！我也开始钻了。直接坦克开过去了。今天跟史丹利玩一下这个蛇蛇贪吃。来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游戏啊，双平台都可以下载了。点击聊天室的自己连接，或者扫描我们画面右边的 QR code、都可以下载。然后呢，画面上有一个专属序号、下载输入这个序号呢，就会送1000宝石加5000的金币。那这款手游呢，正如大家画面所看到的，这是贪吃蛇系列的游戏哦，这个千年传统，全新感受。它结合了当年那个贪吃蛇啊、贪食蛇跟那个 roguelike 弹幕射击的元素，透过呢打击怪物、然后闯关选技能、然后最后破关打王、那它有很多玩法啊。第一个当然主线、主线就是依照你的能力去刷关嘛、那还有一些每日的挑战啊、黄金矿洞等等、那我们今天就先脱装、它还有装备栏、装备我们脱掉了，它有独创的蛇灵系统啊。就是你这只贪食蛇呢 是要用抽的，那它原始的在这边起源之灵，我们用这个起源之灵，就是开场进来有一条白蛇蛇，我们打第一关试试看，移动摇杆有没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，很可爱，开始小小一只，然后把自己开始打怪，然后你会越打越长。那这贪食蛇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呢，它咬到身体并不会暴毙，你只有舌头被怪打到、你的舌头是会喷血，你把它想象成巨人，就是巨人的后颈被打才会扣血，它这蛇蛇就是舌头被打才会扣血。升级就有技能，它可以圣光吗？来个圣光好吗？我们身体有一节就从白色变成圣光了，圣光就会射出圣光炮。你看子弹有没有？有没有有圣光炮？身体加长，你看这个咬到自己是咬到自己是不会扣血的，反而会有额外的加成哦。你有看到我这个红火，就是被我框在中间的人呢，会受到我的爆炸输出。围圈杀敌产炮塔哦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，围起来会有个炮塔，试试看这是什么？我要杀掉才有炮塔啊！哇，那暂时用不到，因为我们还不够长。植物啊，看下护盾是什么？好、戴个套子，蛇头戴套，这个蛇头戴套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有问题！这护盾永久的，撞破了，撞破了，套子破了，炮塔变为机器人啊，我们就升炮塔，围杀机器人登场，哇，这机器人包屌不屌啊？两只。围死两只，我打到后面会一大堆机械人，围圈伤害提升50%哦，来吧，那我们就来围杀吧。OK。现在不够长，我机械人出来，两只机器人，寒冰之柱在干嘛的？来，我们煮水吧。水系长得跟机械人比较像，哇，直接围杀，直接围杀，机械人全部生出来。我直接在生怪口围一圈开始杀，机器人翻倍拿了，我们直接把史丹利军团通通叫出来，砰砰，机器人军团登场，全部带进来，那机器人全部带到下一关围起来秒杀，整画面都是机器人，拿哪一个？寒冰吧，继续拿寒冰。满地都蛾子，嘣嘣，回杀，又生一坨蛾子出来，整个画面都机器人。哎呦，哇，远古巨树，这次好像包不了、BOSS 不给包啊，没事没事。我这个机器人，这个20打1啊，知道怎么说？儿子不见了！哇，呜、哎、呦！痛！没事，我们围杀阵还是摆出来。bang 灭菜，
中通关胜利，不要剪刀一条狗命。等一下的 PK 环节在这边，我们大家最喜爱的商城抽卡环节，我们会抽装备，抽他的狂暴套装，他有六件装备可以抽，然后还会抽蛇鳞、蛇蛋啊，在这里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会 PK 一个模式，然后看一下谁打的比较久，谁撑的比较久。然后澳门分数怎么算啊？看一下哦，狂暴套装抽取，他的紫装有10%，看谁先抽到两件狂暴不同的狂暴套装，两件不同的哦，就是谁先拿到，谁先抽出两件嘛。好，所以紫装不算分啊，他紫装不算分，他不算分 ，S 级的装才算分，有了吗？开抽喽，好，一起算吧，一起算，这50抽保底啦，开抽，所以我们最慢100抽都会，我们该不会两个都100抽平手吧？不要这样子，怎么可能？我20了，20没有。好，开始。变。开头。零。2%。2%，说实话很难啊。但我们两个同时保底几率其实蛮高的。我们两个只要运气略低于期望值，就一起保底啊。我50了，保底了。我保底了，我保底了。你也保底了，黄暴王冠。应该是谁先抽出来谁就赢了。那我们就直接看看有没有到保底，好不好？直接刷到保底算了。好，直接刷到保底啊！我90了，抽中了。你中了？我80抽中了。好啊，我80抽中了。那恭喜你获得。艾瑞说怎么会保底？艾瑞说怎么会保底？我80抽中了。哎、欸，我没事，我100中了。烂就要认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搜索雷吧，搜索雷吧。来啊！蛇鳞怎么比？应该是比谁先抽到 S 吧。我、要抽两个 S 级的蛇鳞，跟刚刚一样。蛇鳞啊、嗯，好来，那直接抽到两只。蛇鳞好像2%哎、欸，这个好像，这是比装备难、啊。A 的啦 ，S 吗？要 S。A 的没用 ，S 才算分。保加保底。你抽这么快啊？啊？是啊，你该不会一直跳过吧？是啊，太扯了吧！你都不享受一下那个抽卡的过程？当、欸，我想看那个金卡跳出来的样子啊！哇，金卡跳出来，我有了。你一张三星啊，直接三星啊！蓝的来了，翻了哦，蓝紫金各一张啊，三色卡。兵刃舞者，新蛇蛇已解锁。啊！我可以升级了。敢，你抽重复两只哦。抓。那你输啦，要抽到不同的两只哦。啊！谁能率先抽到两个不同 S 蛇鳞？史丹利，拜拜。你保底两只都长一样哦。对，我保底。你18000赚两张 S 蛇啊、哦？那你裂开了，你要爆了。我这个保底只要不重复，你就输了。S 的蛇鳞就只有4张而已，你有25%的几率跟我一样对啊。来啊，只要不是兵刃舞者，你就离开了。你有75%的几率下课，史丹利。不要兵的，不要兵的，不要兵的。哎，破钻者下课。哎，史丹利。下课了。You lose。可悲。可悲啊！准备一下，史丹利，准备对决了。我们要来大提升了，兄弟们。把蛇鳞神仙打架是不是？装备弄到最底，等一下就是 S 级蛇蛇顶级护咬 ，S 级顶级对决，对啊，弓箭手目的嘛，对啊，来干喽！选择蛇鳞，哎、欸，等，我这蛇鳞还没有，又要等，我不等，我要直接开始打，我要开啊，我要开啊，我不管，我直接开始打了，我直接开始打，拜喽，攻击力提升。攻击力加50%哎、欸！我开场拿到攻击加50%，为什么、啊？我才20%，我怎么你50%？哎、欸，我一定要重翻人是不是？哇，惨了，这回血才加160，哎、欸，太多了吧？完了，头撞一下喷一千，这手加160要干嘛？我要死了！那我的手雷这里变电钻，我的手雷也太屌了吧，一千电钻。我现在没空跟你讲话，你不要干扰我，我要顶级走位。你是在做效果啊，林长？干嘛、啊？我怎么过到第10关呢？血好像没够了。啊？那就我先干了。啊？为什么我要死啊？我
说电声好像比较强啊，我这根本无敌的、啊，不电声。哪一只啊？我要死嘞、欸！重返者、啊。我要死了，我再一下就死了。好废啊，你哥！看来抽蛇灵你都没有用啊！啊！救命！毒龙钻灯塔。救命！啊！这个我们坦克吧。哎，没事，接力接力，哎、欸，哇，还有命，还有命。没事，三力满血复活，你要狙了。我刚刚那只蛇灵应该是比较烂。一只来着，我要狙了。闭嘴啊！哎、欸，我也变身了、欸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也开始钻了。直接开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直接坦克开过去了。哎、欸，上！我钻到地板里面，发现暗道，阿九。屁啦！小伟哥，要中了，他把我钻到地底下来。游戏还会有？哦，又变身了。欸、这破钻者真的有点屌，如果我开场用这只，蛇蛇就不会死了。这边地道了，地道只有一个，是不是？我还想要再进地道可以干嘛？进去很赚吗？进地道很赚吗？地道你分数比我低啦，我分数难以进到。那地道怎么进的？你现在几分啊？一万三。屁啦！你比我玩的还先一万三？怎么进的啊？讲一下，兄弟。跟你讲啦、啊，是钻进去吗？去哪里钻啊？靠腰哦、喔。那地图上有个地方是钻进去，是剩下的地道里吗？哪里啊？地图哪里啊？我没有看到有像地道的地方啊。它就是莫名其妙钻进去，它就是一个突然的惊喜这样。是不是只有在武汉？是，以前在武汉对不对？但真的，我就没看到什么莫名其妙地道。怪变好强哦、喔。是啊，反正有洞就钻就对了，下洞就钻就对了。下洞就这样，这我挺擅长的。何其悲哀，我只能说何其悲哀。哪里有洞啊？钻哀字，别钻烂你，别把它钻烂，钻一下就死。这是电钻无敌。在哭啊！我变成蛇，我钻到外面成蛇，是那个哀字吗？哎，哭啊！打完了。哎，我来不及进地道就结束了。哎、欸，我结束了。你多少？37,595。哎，地道到底怎么进啊，三弟？就是一个，就是那个 I 字，就是我是左下角的那个一个 I 字符，然后反正变成地上的时候钻进去，他就直接进了。你又不讲？我有讲啊，我不就跟你说没差、啊。为了宝石，你要做到这种程度？怎么我那样？跟你讲吗？没差啦，让你多抽一点，我抽少一点嘛。对啊，都可以抽啦。好啊，那我们先开抽啊！哎，兄弟朋友们，准备来送钻石喽！200钻石可以干嘛呢？兄弟们，200钻石可以抽2下顶级蛇蛇，这个蛇灵抽一次900而已。蛇蛇贪吃战，我们抽5位啊，抽5位可以得到10块钱，可以得到这个蛇蛇贪吃的2000钻石啊，2000钻石抽5位。好啦，这款游戏介绍到这边啦，这个有兴趣的可以抓来玩玩看，非常杀时间，然后也非常的佛心，维克良心保底，然后又是一支游戏，欸，我觉得啦，不花钱，你玩个一个月，可以玩到第10、10、12、13关，应该也算很有成就感了吧？这游戏非常耐玩啊，非常耐玩。